谈谈。好，大家好。这个这本哈，《金刚经直解》，这个《金刚经直解》是这个是那个，你看这里，哦，这个已经都破掉了，我就不能再动了。它这个是无佑地经，你看这个无佑地经，这个都破了，就破掉了哈，不能再动了。我是把它保护起来。无佑地经是就是李千祖，我们讲的李纯阳，哦，它里面它是《金刚经》整个直解的这种在里面。那这个书这个就破了，都不能再动了，所以我把它保护了这个哈。把它保护起来了，所以我们这个洞宾李纯阳他厉害就在这里，哦，他的这种经过他把很多他的著作，就是他的经验跟他的精湛的这种理念哈，他把它哦很多的著作，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。那这本是《道德经》，这个《道德经》是易用《道德经》，易用《道德经》是皇帝用的《道德经》呐，哦，他所以他里面把它精湛的写出来哈，这个。意志道德经，这个特别的，这道德经是我们讲的那个老子的道德经。好啊，这个是奇门遁甲，这个奇门遁甲哦，它有天简跟地简。那奇门遁甲里面哈，你看它这个，它这都是用毛笔写的，它这个不是这手抄的，你看这毛笔，啊，这以前老师给我的哈，这里面28书还有观星象的这种，它整个在里面，你看这个都要快要坏掉了哈。对，你看这个天简，圆人立真，天简跟地简的，来，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别的哈。来，你看这个什么？哦，钟声三响。哦，这一个瓷器哈，这瓷器是我在20几年前，我应美国的这个工商一个协进会，哦，来这里表演的时候，哦，我做了很多画展，还有那个气功的表演。那这个是我做的，哦，这里面有北斗七星，还有这是老子，这老子哈。哎，你看这老子的这个里面，这都雕都刻出来了，雕每一个呼吸都雕刻出来了，哦，然后这个转动，你看这个竹简里面那个《道德经》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你看这个哈，所以这个很特殊啊，这是以后我们那个道家养生山庄啊要镇山的要用的哦。你看这个，哎，要很多时间的，这都要穿动，哦，这个你在近看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这个太上老君的。然后有的同学就说啊，这老师去哪里拿了？来，你看这里哈，涂金圣，涂金圣这个章都盖在这里，新四年的，哦，这都快二十几年了，这个画了，这个要画了很久，哦，这个不是去外面买回来，不是去捡，去随便去叫人家做的，是亲自做出来的。全世界只有一个，只有老师有这个，哦，好，好，这个哈，哦，因为最近哈，哦。很多同学很热络来问老师，哇，我在打坐的时候哦，都有光在这里闪呢，好像这车轮在这里转呢，哦，这我已经有金丹大道，金丹大道不是你讲的啦，哦，这个注意听，你要什么叫金丹大道？金丹大道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金丹大道是对你的养神，不是你两三句话就可以练出来，也不是你哦，我上次有讲过了，哦，那我怎么打坐？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不好意思，你要练这个功哦。我们一般足迹功夫不够，你没法练。你知道要四照，什么叫四照？它的四照里面就在讲什么？四照讲缓照、普照、实照、内照，什么意思？他说，我只是采小药。男孩子举阳的时候，女孩子月经来的时候，哦，采小药。而大药呢？大药是正子时。什么叫正子时？正子时就是说，一天24小时里面，子丑寅卯辰巳未有四个四正时。哎，他都要关照哎，都在关照哎，所以你想看看哦，你练那几下，每天做个一个钟头没有啦。我告诉你，道家的金丹大道里面哦，道藏里面你算不完，太多了。你哦，只是现在人拿了一本东西说，哇，这个厉害，你没有看过比这个更高深的，你看不完。但是你看完了，你也大概都不知道王先生贵姓了。哦，我常常开玩笑说他是人家姓王，你再问他王先生贵姓。所以我现在把重点的，因为我讲的话是重点的，而且要怎么去走这条路，哦，所以有同学都跟我一直在修，时间到了，哦，华财履地，我们讲中文讲的，人家修炼要华财履地的，芳华还要你要有财，哦，你要有财，你没有财你怎么生活？履你要有通道，哦，地找到地点对了，你地点不对，你看不到太阳起来，你看不到天地的灵气，你坐在那边。哦，像那个母鸡在那孵卵，你怎么孵得出来呢？所以注意看哦，偶后四照玄关庙，水里长灯焰丹光，这什么意思？
这就是告诉你，你在练小药的时候是练到身体炼精化气，脚昨天打通，你身体会很强壮，这叫足肌功夫哦。你没有这个足肌功夫的话，你继续跳到第二段，所以那个北派人他为什么要直接从这里下手？因为他红虫他很强壮，所以直接从这里去练。那哦，那有人说你不行，你不能从这里练，从这里练的话你会出问题。所以这个你要练大单的话，大单就是你一个灵光，那个灵光是什么？要四时照。四照，四时就是子午卯酉。哎，你一天到晚就是要看着，就好像孵母鸡要孵卵孵出来，它不是孵一下都跑掉了。你要坐在那地方练的，那你想看看你怎么，你有办法吗？你一个普通人，你有办法一天到晚？他有白日足鸡，十月养胎，三年哺乳，哦，要十二年的功夫才能把那个阳神练到跳出去的。你是什么？讲不好是你什么条件？很多人在吹大牛哦，我看到光，你这边自我陶醉，光里面有分成好几种，哦，在张三丰的《三丰全集》里面谈到神光湛焰，哦，还有那个《太平经》里面谈到光，那个光出来有什么？有病的光啊！比如你看到都绿色了，有那个朋友跟我讲说，老师我看到绿光哎，哦，哎我这个是不是单光？我说你这个是有问题，要对了，因为他没都在打电脑，然后身体很虚，哦，眼睛快坏掉了，就是你有病的光，哦，有闪光也会啊，你看到会，或者那个有没有那个视网膜有问题？你又看到我有好像我那个东西在里面交加，那个都是身体有问题的、啊，好、哦，还有就是你看到颜色，你一个绿色中间包个黑色，你一定走，好、哦，一个红色外面包个黑色，这是意外伤害，哦，这战念里面它神光，所以你不是看到光，哦，啊、有人我看到光好漂亮哦，我紫色的，哇、哦，金橙色的最厉害，没有你想那么简单的、啊，所以你要这个，你要把这个单光要练出来的时候。哎，四时照，哎，四时照什么意思？子时的时候要普照，哦，卯时的时候要缓照，缓照哪里？所以你要把前三关、后三关都要打通，你才有办法看到，能够看到骨头，看到里面的你的经络跟穴道，哦，再来是什么？时照，它有时间在走，时照这一直关照着它，所以灵光透体，哎，再来是什么？内照，看到内脏，所以这些问题。哦，为什么他讲那个环内视就告诉你叫做四照的功夫，叫做四照，这是大单呐、啊。所以很多人你这边每天这边做很好，你在打坐，你要知道你在练什么，你在练什么，不要乱练。哦，不要讲不好是，你的能量只有到这里，哦，你想要来跳到不可能。所以你要为什么一直跟同学在交代说，我为什么一直跟你讲那种练这身体的功夫？现在很多人一检查都癌症，哦，然后空气不好。哦，很多东西都有毒，那你身体都已经活不下去了，你还要想要做仙了、哦？所以很多同学他搞不清楚，叫做乱练。嚯、哦，我要从这里教你最高的，从这个玄关开窍。玄关开窍不是你讲的啦，你要练一个，因为生死玄关，这叫生死窍，这叫玄关窍。生死窍就是你的精气那个地方守不住，三昧真火的下盘的这个火在这里，你没有火了嘛？再来是什么？这里呀、啊，每天你看到都是一些网络一些。乌烟瘴气，你有办法去看到太阳吗？为什么他十八度里面教你要看日月？眼睛这里，你看那个地方，松果体，它松果体里面，它这个松果体就是你眼睛看到了，它吸到这个光，哦，那光吸进来的时候，你第一个是最简单。还有人怎么讲？哦，照光，我跟你讲过一次哦，如果你看到这些都怎样？他去看点，然后哦，那就有一种妄想症，整个大宇宙的能量竟然五光十色。我讲不好意思，自我感觉良好，自我陶醉，你哪里可以吸到那个光？天地里面看不到的东西很多，为什么要中国人要学奇门遁甲？为什么要讲这个天地里面的那种？为什么要有风水？为什么要有这个天干地支？为什么要有道家这些东西？为什么要有手印？哦，你想的那么简单哦？我讲不好意思，你在胡扯。所以你看，你很多或、哦、什么神经电啊，什么电什么电，胡扯。我讲，我这个都是胡扯。你什么电啊？你给他发光了、啊。我看太多，我走了很多地方，你把他打到最后是几天啊？走了啦。啊，你有什么发电？你哪里有电？所以有些话我们不要吹牛，不要讲得太夸张。好啊，有的是什么神跟你灌气，不要骗人啦、啊。哦，这些都是没有讲不好，这是一种妖言惑众在骗你。有神啊，神没有那么多神来帮你忙啦、啊。哦，所以有些东西哦，不要乱讲。哦，因为有时候讲的话对你不好。好，那有人说老师，那打什么手印？你要知道呢，什么叫十方？为什么道家有手印？为什么练功要有手印？你练金丹大药的时候没有手印，你练不到。那有人跟我说，老师，我有啊，我都自己在打，你自己打看看。
什么叫你看左右有十个指头了，这十个指头，好，这十个指头你要把它交起来，为什么这样交？我讲过了，这三个指头叫做青白黄，这是你的三花，金花、银花、铅花，三道，这三道，这两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三焦经嘛，这是你的中脉嘛，这两条要藏起来嘛，那藏起来做什么？哎，这不是乱打的嘞，十方所谓什么叫十方？天人阿修罗、地狱鬼、畜生道、畜生道还有什么缘觉？好、哦，声闻，声闻就耳朵了，缘觉是你眼睛跟鼻子去闻的，眼睛。我们刚刚讲了眼耳鼻口八荒炉嘛，你那条最后不是在呼吸呀、啊？呼吸没有的，是眼睛嘛、啊哦？好，那你想为什么要打手印？为什么我上次打那个手印给你看？为什么你这个？因为这两个是他进入到缘觉跟菩萨的时候。十个就叫十方，你人体有天干地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，哦，这里面你自己想看就知道，你跟哪里通电，所以你不能随便打呢，你打错了，有的是魔王来跟你护体，他也会给你教你手印呐、啊，还教你画符嘞，我碰很多啊，那晚十一点开始就要画，那道教里面有葫芦派的，他说是你在修葫芦派的，哦，我们现在叫丹顶派，那阴阳中葫芦派是在画符的，哎，他一定晚上十一点。好，那你练大丹也是一样，他从子时下手，子时哦，子时温阳哦，开始进入，从开始运行十二时辰，你一天到晚在练，你现在人哪有办法？你现在只是说讲不好是拿低等的那种颜料去做高级的那种产品，不可能啊！所以哦，很多人都自我感觉你不知道你自己哦在胡说八道，而且你也搞不清你自己有多少能量，你只是坐在那边自我陶醉，你根本这个身体都没有在练嘛。说过什么教你要把身体练的哦，让你改变，叫做脱胎换骨，以后你才能够进入大丹。那大丹的话，这是你要全程去修炼的。有同学哦，我要教你第二段的金丹大道，要更上一层的，或入山去修炼的。哎，这个时候我会挑几位带你上山去修炼。好、哦，所以你现在要好好把你的身体好好修的，好好读书哦，该教你读的书，教你练的哦，还有好好做人啊、哦。时间到了。哦，我们机缘到了，我们就走了，我们就去修炼了。哦，那我现在为什么在网络上一直跟你讲这些东西，就让你有一种道，因为道家的东西被毁灭嘛，我讲了好几次。为什么你看我要这么辛苦收藏这些东书、这些著作，还有用很多的那种画也好、瓷器也好，为什么？这是一种文化，我把那种画下来以后，哦，然后当被这种艺术，还有胡术，我们有一位小法师啊，他年纪轻轻的哦。哎，他是当道长哎，哦，当然有很多道长不嫌弃他跟我练了，哦，然后他这次来上这个班，那种手印，哦，老师，这个手印哦，你有手印没有书很少，有的只是照一些像给你看，但是他不会跟你分析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这样，然后怎么发三昧真火，怎么把这个天火接进来，天地的三昧真火，千白黄跟人体的三昧真火要打出去，然后你的手印为什么要结这里，为什么要发这里？哦，他这两个指头为什么你打那个太上印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这个哦，还有这个元始天经，为什么把这四个指头？这四个指头就是生源菩萨跟佛，哦，还有缘觉，它要端着是大道了，在这三个指头，这是三昧。你一转动的时候，它这个印就跑出来了，不是你这边乱勾乱打，因为你乱勾乱打，有人在打坐以后，那种不好的东西进来的时候，他就是会教你乱打，所以不能乱打哦。所以我们练功的目的不是说哦，我要来成仙得道。所以你好好练，把你周围人看好，把我们的任务完成，哦，然后利己利人。你一个人好好的，你可以不要带给家庭麻烦，哦，你要有这种观念。我从来不跟你讲迷信，我跟你讲的是每一个东西，道家的东西，每一个它都有哲学，好像医学啦，哦，奇门遁甲啦，风水啦，哦，易经啦，这些东西哦，它就有根有据，绝对不会跟你讲迷信的。手印也是一样啊，手印胡术，你不要想要胡术呢，这胡术它是靠你自己的灵力去打出来，手印也是靠你自己的灵力，所以你要搞清楚哦，要搞清楚为什么你要这样打手印，这个手印打不是乱打的，所以这个手印哦，有招财的哦，有辟邪的，有炼气的，有载天地能量的哦，还有镇邪的，还有超拔的，还有嫉妒救苦，所以那手印的软有硬，是种艺术啊！你看它出来，啪，那力量马上来出去。还有是要很柔软，好，比如说你要祭孤的时候，那手是软的，好，或者你要去超拔的时候，它这个来的话，都有来龙去脉，不是乱比的。好，那有同学老师，你教我财神印，你注意看这句话，好，
大家都想要发财。看这里，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，什么意思？你碰到灾难的时候，我们叫什么？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你碰到灾难的时候，或碰到困难的时候，就是你要爬起来的时候。你灾难来的时候，可能你没有福气，福兮祸所伏啊。你说你觉得我很享福，你要小心了。你赚到很多钱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了。有时候你可能那个钱不是你可以用的，所以很多人想到我要马上发财，马上发财，你生命就没有了。有的你看中奖以后意外死亡，所以人有没有要自然要平常心？你要注意自己。这个话不是我讲的，这大家应该都知道。他说为恶不昧，前有以德啦。得尽必昧，就是你为什么你做了很多坏事，那你觉得为什么他怎么没有报应？还没有啦，因为你的时间还没到。你的用光了，就等于说你的本钱用光，好像你这个身体父母亲给你就是这样，你去把它耗费，因为你四十岁没问题，五十岁没问题，六十岁一个问题你就走了，因为你的身体用光了，德嘛，这个你的德啊，得尽必昧，你一定没有了。好，为善不昌，前有遗殃，殃尽必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去做了很多好事，但是发现到我都很勤劳很用功在做这个事，但是我为什么做不出来？第一个老天在考验你，第二个因为你可能有做了一些亏心事，或者说你不能交代的事，讲不好意思，所以你这个事情你会要，虽然我付出很多代价，好像我身体为什么不好，我一直要练一直要练，一直想要吃药吃不好，为什么吃不好？因为可能你以前耗费太多，或者你身体本来是体质先天不行，好，那你要让它起来，当然辛苦啊。但是说很用功的去修炼，或用很用功的去回报，结果你它是殃尽必昌，这个灾难就过了，你就起来了。所以大家有这种观念，我们在练身体，它这是有种叫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了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的，这个。人站着一个影子过来，你要做什么人你要看你，所以有时候讲话不能好，有时候不要，有的人要脚踏实地，不要有这种妄想症，因为讲金丹大道里面就很这已经有点很虚幻嘛。有了我看到光，你没看到光，但有了看到光不是真的光，它有的是不好的光，那你要把那个光凝聚起来，不是你用你看也看不进去，一定要打手印。我再讲一次，一定要打手印。你手印打的时候，我讲过入三谷，人体有三谷，三谷是非肝非肾啊，非心非肺啊，虚空一穴呢，就在里面，空洞在哪里，老师不跟你点你也搞不清楚啦。所以大家有在练，好好练，你好好练身体，好好练身体，不要妄想，时间到了，有同学你慢慢跟，到了时间到了，机缘到了，我们就上山去修炼。修炼什么？天文地理，山龙水脉怎么走，你怎么去找那个气来盘你的身，观星望头怎么跟谁来合气，你现在我教你的是告诉你现在人体的这个气脉潜藏的奥妙，还有人体能够发出去的，道家叫辅佐斗运，你要把这先学起来，所以当你在虚空，你一虚空起来，马上这个力量就轰火雷电，你就身体有力量，跟你打拳一样嘛，你一出去力量就来了嘛，所以这些是道家里面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上走，不是你坐在那边每天在那边想想着什么，想着想不到的。好，我们谢谢大家。丹田观窍，气势火候，八个字，精通这八个字的话，太厉害了。口诀不在宜丹经啊，火候难施宜竹帛，这什么意思？上有浑连，下关元，左有少阳，右太阴，后有密户，前生门，吃入日夜呼吸尘，他就在讲这个丹田里面的修炼法。大家好，35年前拍一个八段锦，35年以后，这个涂老师快70岁了，又拍一个八段锦。那这个八段锦有人以为说八段锦很简单啊，你看那个网络上多的是啊，双手托天比三焦，左右开弓四射雕，调理脾胃单手举，这个很简单。我告诉你不简单，你这个八段锦很多人他说
他说八段锦哦，简单啦、啊，那个我会啦，那个我几十年前就练过了，就是推手嘛，那些动作你搞错了呢。各门各派各有其长，但是你知道八段锦里面的精髓是什么吗？你知道八段锦就是那个从左通天理三焦，左右开弓四射焦。但你知道八段锦呢、啊？它里面有三到九要哦。你看它一个动作一样这样推上来哦，它有练骨的、练经络的、练脏腑的哦。那一样这样推上来，它有练武功的哦，还有练功力的，还有练仙道，然后吸收天地能量的。所以这个几十年来，我发现了很多那个朋友哈、哦，他们在练的时候都是。啊，做徒手运动啊，推推手，推推脚，哦，还有觉得这样很舒服的，但是他的境界上不去，你的境界是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八段锦哦，把这个精髓，哦，三到九要，我把它传出去了，让大家你好好看哦，把这个重点哦，慢慢去研究。好，大家好，这个有人在问。老师，这个叫气功吗？你那个叫健身嘛？你搞错了。不管哪一个功法，哦，世界全世界所有的少林寺也好，所有练武功的，他一定要有功力训练。什么叫功力训练？那少林寺叫十八铜人啊，超装千斤甲，你知道那有多重吗？我们现在不是哎，我们现在练武功是这样，练身体。哎呦，我打两下拳，打两几拳，你的打的太极，打的什么拳术都好，但是问题就是你没有练功了。你没练功的话，你怎么跟他打？你一拳你承受不住。所以你看我在做那个九鬼八马刀，你把那个绳子后面跳过来，后面是一两百斤呢，然后绑在这地方这样。你击中的时候，你头不会击中，你就脖子有关节受伤。哦，还有你的身体要练气。所以有人在问，哎，我不要练那个硬功啊，我不要练那个软功。我请问你，没有软怎么有硬呢？所以一般人就是把这个气功他误解了。那时候有软气功，还有什么硬气功？哦，那练到最后讲多少次，你说你剩下那个琵琶骨嘛？为什么？你看全世界所有人用，不管你什么功力，你一定要 overtraining 超载训练。超载训练就是说，哦，我们健美是把肌肉练强，练好看啊。但是练功力不一样，它练到你这个耐用，而且你每一拳下去都有硬度，也不会断，身体里面可以耐得重击。所以为什么练一筋腱跟脊髓？脊髓功就是吊功的。你为什么拿只要吊空？你没有吊空，你不会长肌肉啊！你没有雄性激素，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啊。我在运动，你运动看看。哦，有的老师，那、啊、你几岁？我开始已经有老人年纪了，坐六望七的了。那老师，你这样练会不会伤身体？不会的，你要配合气功。所以你看我练完的时候，他要在那边调气、养气、除气、运气，不是这样在那边死练的。神秘五十二区，接下来要带你认识这位来自台湾的奇人，他自创一种神秘武术强阳铁挡功，能够把男性最脆弱的部位练得坚硬如铁，甚至可以拖动一台8000磅，相当于3600公斤的飞机。不只吸引国家地理频道专访，就连科学家也证实，他身上真的有一股难以解释的超能力量。看清楚了，没有造假。两名彪形大汉上前抓住涂金胜的手臂，只见他蹲好马步，深呼吸，再施展筋骨，把气运到全身。下一幕的景象肯定让你瞠目结舌。There it goes. Tu Jinsheng has pulled an 8,000-pound airplane over 10 feet.His most challenging Qigong feat ever. 上场前，涂金胜先用气功全身血液循环，热了身子，铁了骨架，竟然还邀请节目单位的壮丁用力踢踹重要部位，确认气体集中，万无一失，他才一鼓作气，靠着男性生殖器拖动这一架重达8000磅的野马型战斗机，相当于3600公斤重。简直拥有超能力的他，让众人看傻了眼。
这项绝活让涂大师的美名登上国际版面。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奇力量，能让一名中年男子发挥傲人气场，坚毅不摧？好，来，我们再开始来哦。你练完三焦通气以后，它从上中下的气下来通了以后，到丹田以后，你要把身体的经脉的气要收到丹田了。哦，因为上丹田有三个，这叫下丹田，这叫中丹田，这叫上丹田。初级是要练这两个，哦，这个上，这是下丹田跟这叫足级功夫，哦，这两个地方就是丹气要先挤在丹田。好，那你看哦，这一条好了，这个放在你的涌泉踩到涌泉。神龟元气袋只有涂金胜老师有，哦，这是我们这个涂门的创作，这个很有效。附件，哦，你中风的、行动不便的，躺在床上可以练，站着可以练。好，如果你好，哦，开始有人气大了，没力走路。